护目镜的这些完成啊等等啊，很多都是我们回收二次再利用的，所以这是爱地球的另外一个表现。可以讲引进了许多的新的环保再生的这个材质哦，以及哦一些产品，给我们市民完全不同的体会。感恩我们的慈院的医疗人员，回收的物质又可以重复使用，那当然就是防护之外也有保护地球的作用。第一线医护人员会用到的防护设备就是及时雨，那也是非常重要物资。大爱感恩科技是一个慈悲科技，爱护地球也更爱护我们。地球我来爱，特别邀请一条爱心毛毯的故事啊来参与。一大块黑布模拟成沙滩，小朋友分辨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物品。嘉义埔子国小校庆，校方邀请慈济共同举办环保宣导。在生活太便利了，每样东西，取之很容易，所以丢之不可惜。我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家长、孩子们，其实它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不要去制造。叫做长官，慈济的
精神开始，这么全球慈济人的精神归于一个，汇合起来，就是精神连串起来，精神净实法脉。包托面你嘛有做，会当好做好好代志。啊，救地球平，啊，救城搁较好嘞，对不？只要这个记号，就是我们，说不定其中有一个宝藏瓶是我们捡的。